烦心意喜欢我统统都傻，面子给了你给我加倍补偿，小模小样不容易装，心里头谅解并懂伤，看起来多叫人感动，多么甜美爱上，客客气气哈哈美美才算完美，也不要慌里慌张，一心战胜彼此设防，我攻自重点，面子攻成伤。阿才，传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俺也进城不久，就在这小超市干着呢。哎，你咋上这儿来了呀？我瞎溜达。那赶紧上俺这儿来坐。哎呀，好。哎呀，不是你在这儿打工？没有，俺把这店给租下来了，做点小买卖。不是那你就是老板了？传祥哥，你想吃啥喝啥自个儿拿，别客气。不饿。来。哎哦。哎呀。传祥哥。啊。哎。 你还记得我爱吃茶蛋？你们来了北京，就跟传志哥住一起了吧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说吧，进了城以后什么事儿都不顺，这憋屈。像俺们这种没念过书的，就是不行，得像传志那样念过书的才混得开。俺听说。 他现在都当上公务员了，找个对象，条件又那么好，好个屁！传志找这个扫把星媳妇儿，我们家是跟着是团转，房子卖了，钱也给他们了，你说现在，哎呀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媳妇还是农村的好，不是她绝对不如你。哎，开超市得花不少钱吧？啊，每个月租金就得上千，再加上电费、进货，那得上万嘞。上万？那这么多本钱你是？ 从哪来的？俺们家也把老家的地给转让了，拿了钱就来这儿做生意了。哦，你们家是真有眼光。哎，咱们村还有谁没把地转让了？这俺倒不清楚，不过俺听说最后走的那批人赚大了。不是，怎么个大法？俺听说。 本来造公路的人决定在那儿再造个收费站，要的地就更多了。可是村里的人不肯走，后来没办法，只能给他们的钱比我们走的时候要多，他们才肯走。嗯，一瓶可乐。哎，要是能晚走几个月，正好啊。嗯。说不定能多拿10来万呢。是10来万。俺听俺爹说的，就是这个数。哎呀，他娘的，都是那个你是扫把兄弟害的。要是我们家也晚走几个月，我也可以开这么个超市。足够了，说不定比这还大呢。哎呀。 算了，川香哥，早走的人都亏了，谁叫俺们命不好呢？哎，川香哥，你跟传志哥在北京住哪儿？给俺留个地址，俺有空看你们去。我不会写，哎，我说着你写。哎，好好。 俺1个小时之内肯定到，您放心啊，地址我都记住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啊，待会儿见，哎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呀，招弟，你都能帮姑姑拿货了，姑姑待会儿送完货给你买糖吃，好不好？好，乖，走了啊。妈，俺去送货了啊，俺要发财了，发财了。走了啊，走了。这红霞呀，成天不知道忙啥。 传祥啊，那阿才咋说了？也没再说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妈，你知道啊，要是我们再晚走2个月，咱们能再多拿10几万。啥？多10几万？啊？秀花啊！ 你听见没？多10几万呢！哎呀，这俺和川香一辈子都挣不了那么多钱，哈！哎呀，川香，这要多这10几万，你和秀华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那你说赖谁？行了哈，别说了哈。 谁呀？哎，谁来了？谁呀？谁呀？王传祥家住在这里吧？是啊。哎，传祥，有人走。你们家人把我们打伤了，这是医疗费和验伤报告，一共4000多块钱，钱准备好了，送到公司去。哎，不是。 你们来干什么？把人打伤总得负责吧你？我告诉你，是你们先动的手，你们先打的我，你还把我咬伤了呢。谁让你打我？你打我，我不咬你我。啊妈，你不用管我。告诉你王传祥，怎么了？先把事情闹大是吧？我不怕。 不是，新了啊！咋的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是不想打官司，就这个事儿吧，我劝你们还是想清楚的好。你要是想把事儿搞大，到时候赔的钱可远远不止这些，而且你们没有暂住证的话，那可是会被送回老家的。所以事情怎么处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们呢，自己好好考虑，看着办。 走，我们走。这下雨天真讨厌，出门都不方便。幸好红俊搭公司的车上班了。你应该说，幸好我不用上班，可以当你的司机。唉，下雨天还要去插花班，化个妆都要化2个小时。哎，课是不能断的，断了人就懒惰了。 就有借口不去了，你真是急性子，没耐心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倒霉！哎呦，这1000多块钱的鞋，鞋跟也会断呐。这鞋跟人一样，质量大于外表，你要把另外一个鞋跟也拔了吧？那多难看啊！我去换了。哎，下雨天谁会注意你啊？谁会不注意啊？ 再说，我见不得不完美，否则我一天都会不舒服。哎，你这么没有耐心，怎么干服务业啊？给你机会，锻炼耐心。晚安。跟我妈相处愉快吗？非常愉快。我正在您的车里啊，当她的快乐司机，耐心的等着她装扮下来。不要催她。如果她在车上涂口红的话，就把车开慢一点。弄花了口红，她一天心情都坏了。我知道啦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懂和女人相处。你一定很受女人的欢迎。那你该感恩自己有多幸运啊！好了，不讲了，亲爱的，跟我妈好好建立关系。哎，你忘掉什么了？凶我一下。开会呢，啊，先挂了，拜拜。开车去花店啊？还要去花店？花是自备的，不然怎么学插花呀？喂，哎，小邱老师啊，花你已经给我买好了，我谢谢你，人真好。那直接去上课了？嗯。小邱老师啊，你有男朋友没有啊？以你的耐心、细心，要是能当我的媳妇儿该多好啊！改天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。嗯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开车啊？偷听我电话干嘛？凭什么？不就打官司吗？谁怕谁？这官司打了也不见得能赢。不是我说弟妹，你这话我是真不爱听。你老是胳膊肘往外拐，这就是城市人拿打官司吓唬我们，你知道吧？在我们村里边，谁先动的手，那就是谁的错。大哥，这城里关系复杂，你真的不懂。琳琳，要不这样吧，咱找个律师问问。这冤枉钱你要花你就花，你大哥现在连个暂住证都没有，这事儿真搞大了。那我们公司聘请没有暂住证的员工，我姨父也要担当责任的。呀，啥嘞？姨父，那不是你前姨父吗？这还帮着人家说话，根本就没把你大哥当自家人。这事儿你们爱怎么着，不用找我商量，我不管了。你看，传志，就你媳妇这个胳膊肘往外拐啊，我这真受不了。是呀，你说着啊，这你们俺门店分得这么清楚干啥呢？行了，妈，哥，这事儿我来想办法，我解决，花多少钱我出。你大哥他什么都不懂。他正因为什么都不懂，所以他不知道这社会的关系复杂，他才要打官司嘛。他不懂，你还不懂吗？你跟着瞎掺和什么？找什么律师？问什么问？那我们不懂吗？我们不懂还不能问问律师吗？王传志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笨呢？这还要问吗？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？打官司要证据，人家有验伤报告。好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真的说不过你，我睡觉行吗？我还不想跟你说呢。你别吵，小点声，别影响别人。他怎么可以当着我的面给我老公找女朋友呢？那你有没有发脾气啊？以我这么高的素质，我当然没有了。哎，不过我老公可收藏了一堆女人的名片。哎，那小雅你得小心了，这就是约会的开始啊。我才不怕呢。 你跟琳琳说了吗？她武功都废了，哪会帮得上我忙啊？现在小姨才是我的教主，你可要替我想想办法。嗯，得一剑封喉才行。老婆。 你说你每天都在卫生间里面打电话打那么长时间，是跟谁呀？嗯，男的。哦，有谁愿意接受这个大灾难啊？你每天在这儿看电影，又是跟谁通情性的？哼，多少人梦寐以求等着接受你老公的。有我伟大吗？连你妈都愿意接受。哎。 老婆，怎么了今天？怎么今天没有投诉我妈呀？难得呀你！她想让我变成一个每天都去告状的女人，我才不会中她的计呢。你们迟早都会适应的，真的，迟早你们都会有一套相处的方法，我坚信这一点。老婆。 干什么啊？又让我给你做事情啊？帮我冲杯咖啡啊！快快快，帮我冲杯咖啡！哎呀，厨房里面有你妈，我不想跟她挤在一个空间。哎，要不你去吧，顺便也帮我冲一杯。哎，快点儿！我怎么那么懒呢？去一趟好不好？哎呀！ 厨房里面有利器，你就不怕我看到你妈一时冲动？我揍你！又懒又凶，但是我喜欢。我好贱呐！我。客气。方鸿钧先生，自你离开东京的岐山建筑后。 公司对损失你这人才深感遗憾，知道你在北京发展甚好，现欲以高薪厚职聘君回日工作，除了原有的房金及花红外，更给予公司名誉董事之股份。详细内容可进一步商议，希望得到你的回复。祝工作顺利，宫本武雄。晚上好吧？嗯。 哇，真仔细啊！你娶了什么老婆啊？连咖啡都不帮你冲，成了老婆的奴隶了。他知道你在书房吗？这是他懒的借口。我是心疼你。哎呀！哎，他有没有告我的状？ 没有，怎么会？我今天在车上啊，故意的讲电话让他听见，我要给你介绍女朋友，他无动于衷哎。妈，什么？你真这么说的？嗯，他装哑巴，边开车边笑。嗯，天哪！妈，我求你了。 别这么逗他好吗？以他的性格，他真的会沉不住的。你放心，他迟早会被我们的母子兵收复的，这是一定的。你有没有跟他说呀？我想带他去看中医啊。我给他糖了。等他心情好一点吧，好一点再。 等他好一点，我命令他去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喜欢他，讲错了，所以呀，我就要学习着跟他相处。不过他脾气倔一点，还算懂事。哟，妈开始跟他建立友谊了，难得呀。 我还真怕有一天见不着小雅了，你比我还会惦记她。狗屁！我怎么说那么粗的话呀？真是以前没听过吧？不许在我的电脑上打游戏！ 呀！都是因为你。好了，我有一个邮件要发，让我一下，好吗？你怎么又冲了一杯啊？哎，女孩子晚上不要多喝咖啡，万一睡不着觉怎么办？啊？哎，老婆，好，行，去吧，晚上睡不着觉不许烦我啊！ 宫本武雄先生，感谢您对我的提拔及栽培，我万分感激。回国发展是我的心愿，现今的机构及老板都对我很重用，故暂时不想转移工作。希望能在国内有一定成就后，再找机会跟山崎建筑及宫本武雄先生合作，望见谅包涵。祝工作顺利，方红雀。 宝贝儿，我去健身房运动了。这么早啊！强身健体很重要的。拜拜。那再睡一会儿。宫本武雄先生，经过一夜深思，整夜难眠，令我想到要收回昨夜发给你的电邮。我是不可能放弃回到日本山崎集团工作的机会，但因这边合同仍没解约，所以一切部署要审慎推行。为防公司网上资料被查，以下我会给你一个新的邮箱地址。往后有关合同的推进。 可在此详谈。对你的栽培，我要再次感激。希望我会举家回到东京发展。祝一切安好，方红俊。王传志，今天我要出去开个会，坐地铁跟你不顺路，我先走啊。哦。 王传志，你过来。玩不玩？笑一个。整天耷拉个脸，生活很美好的。大哥欠人一屁股账，我能笑得出来吗？ 这两天还让我给他找律师呢，谁让你那天说律师的事儿了？啊，我今天公司很忙，我不想因为你家的事破坏了我的好心情。什么叫我们家的事儿啊？你又来了，大家都是王家的人，你是王家的儿媳妇。我不跟你争论这些。他想找律师，你要帮忙呢，你就去帮，别把我扯进来，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儿又都怪我。 大哥也没钱，反正这钱我得出，人追债都追到家里来了。凭什么他做错的事情让你去还钱啊？你这样做的话，他永远吸取不了教训，永远记不住。你想还钱是不是？把你自己欠的钱先还了。我们结婚办酒席那3万块，你才给了我爸妈8500。 你别以为我把欠条撕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你们的钱我都会还的。走，来的挺早吧？哎，你的伞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不着急，我今天还有事情想向您请教呢。什么事儿？今天我要见的客户是个公务员，你给我讲讲公务员都什么样子啊？公务员啊，公务员就我这样呗。我想问问你，你们主要的忧虑是什么？人生没有安全感的又是什么呀？ 你这推销有这么大学问？那当然了，现在没有一件事情是有绝对保障的，所以呀，有了保险才有安全。你想要不安全吗？这个可以考虑。用发红菌的名义发了，我还重新开了一个邮箱，让那个宫本先生啊单独跟我联系。小姨，我从早上的时候开始起就坐立不安的，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，我真的会疯的。哎，小雅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哎呦，哎呀，我真佩服你，你敢挑战你们的婚姻。哎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呀。 你就跟那个日本老板提条件吧，到时候说不定方红俊呢，还得感谢你这个贤内助呢，啊！小姨，你是真不了解方红俊，你别看他外表时尚，其实他骨子里面可传统了。你说，他要是知道之后，跟我翻脸了怎么办啊？哎呦，不会的，你放心。 他怎么能让那个日本老板知道他连家事都处理不好呢？我跟你说，到时候啊，他就骑虎难下了。哎，你看看，你们俩呀就可以重新开始，你跟他移民到日本，你看他妈怎么办？啊？那要是不是我们意料的结果怎么办啊？那就说明你们的婚姻不牢固呗。哎，我跟你说。 你就这样先斩后奏啊！对对对，要是方红俊他足够爱我的话，他一定会接受我没孩子，他一定会接受我做出这善意的骗局，你说对吧，小姨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小雅，如果他不接受啊，那你就跟他离婚，你让他跟他妈过去啊！哎，我现在还有事儿，你要是不安心的话呀，我24小时都不关机，好吧？好，我看你挺累的吧？是你外甥女玲玲吗？啊，不是，是她的同学小雅。你的覆盖范围真广。这个小雅呀，特讨厌她这个婆婆，她婆婆老鼓动她儿子跟她离婚，所以我要让她跟她婆婆抗战到底。你刚才不是叫人家离婚吗？我有吗？ 你真的是精力充沛的冲动派。你别随便批评别人。你有多成功啊？我只是遇到金融海啸，败于生意。但我是败在这个时势，我不是败在才华。刘总，等老板呀？哎，对。是你女朋友吧？普通朋友。我是来吃云吞面的。 来了，老廖。哎哎，把我那茶拿来。不好意思，老廖，我去银行存钱去了。我这个店24小时营业，我不能把那么多现金放到店里边，理解？哎，马老板，上回我跟你讲过，香港有个茶餐厅要转让。可山买牛好危险呀！我对香港不熟。重点不是在茶餐厅啊，那个店铺才值钱呢。 现在店铺都在降温，香港的地产一直都保值的。哎，我同意，我在香港有楼房投资的。我是投资方面的专家，我们家的财务都由我掌管，从来没亏过。你女朋友？普通朋友。 以他的条件，当然是普通朋友。哎，这冰箱里是不可以乱放东西的。对，剩菜摆这里是没错。这，哎呀，这鱼怎么能放在这儿呢？鱼是要冷冻的。 可这蔬菜水果太多了，这中间放不下怎么办呀？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算好呢？你看看，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呀？乍夜去趟超市那么远不容易，买一趟菜不容易，想多买点回来分开放没事儿。再说了，您儿子儿媳妇回来吃饭，那不也得多买点菜吗？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再说了。 你看这鱼跟这个水果摆在一起，这万一串味了怎么办？我可不想吃西瓜的时候，尝到这个鱼腥味道。怎么可能串味呢？俺上面贴了保鲜膜了。我的味觉一直都比别人灵敏，一点点串味啊，我都能尝得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想在这里工作，最好少提你自己的意见。对了，这个地方给我空出来啊。 我要放红军的啤酒。嗯。这个星期，卢区长要带一个代表团到我们这儿来做交流，就是相互学习成功经验。这个接待组织工作就落到我们处的头上。大家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细节。魔鬼藏在细节里嘛。 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瑕疵，没有纰漏，让领导放心。主任，你说的太好了。今天呢，咱们就算事先开个动员会啊。主任说的太好了。当然了，也应该有个具体分工。老李，你还是负责人员的协调和订餐工作，这方面你比较有经验。嗯，主任您放心，肯定完成任务。 小华，你呢，要做好会场的布置准备工作啊。嗯，好。嗯，这次需要汇报的内容比较多，一定要形成文字。我要几份发言稿，工作量还是蛮大的。主任，这发言稿我写过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在校学生会工作过，这写发言稿有点小经验。这个。领导的发言稿还是老严写，老严比较有经验。好的。小王，你呢，还是配合小华，做好会议的布置准备工作，好吧？大家没什么事儿，就到这儿散会。 我是红霞，我跟你说呀，咱们那个货卖的不错，你能再给我送20箱过来吗？对，20。晚上一块吃夜宵，好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晚上见，拜拜。行了，来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吃饭了吗？吃饭。哎，二哥，二嫂呢？咱们怎么不等她一块吃啊？你二嫂今天陪一个重要客户，咱不等她了，咱吃咱的。 来吧，这二嫂啊，可真是有本事，能代表那么大的公司去谈判，这吃一顿饭就是好几百万的生意呢。要是有机会，让二嫂带俺也去谈谈，让俺也见识见识。见识什么世面？他还不是靠他全渔夫，他就是再有本事，也不可能帮咱们家的忙。 大哥，你咋能这么说话呢？二嫂帮咱们的还少啊？俺的工作，你跟大嫂的工作，那不都是二嫂帮着找的？你说啥呢你？啊？你大哥让人打了，工作也丢了，你知道不？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？那这事儿也不能怪二嫂啊，妈。 要不，咱们找他们评理去。评什么理？你二嫂让把钱赔了就完了，让他帮着找个律师，他都不肯。要赔多少钱啊？要赔的少的话，那就给他们算了。找什么律师啊？多麻烦！4000嘞！你大哥哪有4000块？那么多啊？ 妈，川香姐的钱俺自己还，别难为大家。俺会好好干活，替川香把债还了。俺们一家从老家来不容易，不能回去了，没有退路。 妈，您看，俺这个生意也刚刚开始做，手头也不是很宽裕，要不俺拿1000，成。我这身上向来都没什么钱。 我这身子只有200，你先拿着。下月工资到了，我先给大哥。传志啊，这何玲也是王家的媳妇儿，她也得出点钱。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？行，吃饭，来吃饭。哎，李姐，是把李勇放这儿，还是把谢长宁放这儿？嗯，李勇放这儿，谢长宁放那儿。谢长宁放这儿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李勇放这儿。好嘞。哎，你再帮那个小华把这个标语摘了。好嘞。啊，来，小弟，我来。哎呀，老爷，怎么样啊，稿子？又熬了一个通宵。 没有20年的资历，谁能写出这么重量级的稿子？还是你了解我。一个座位放一个，好吧？嗯。三位就来了啊！呀，主任来了。啊，准备差不多了吧？嗯，基本差不多了。啊，好。这牌子谁放的？嗯。 小王，这牌子你放的？啊，我放的。这局长和副局长也能搞错？谁局长谁副局长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李勇放在这儿，谢长宁放在这儿嘛？你怎么不记着点？真是幸亏发现的早，要不人家代表团来闹出天大的笑话。是，我现在就把那朵深紫色的花插进去，你要不要把叶子修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把这朵花浅紫的插上去就可以了。谢谢，好，再见。绣花。 毛毛躁躁的，把我的花瓶也打破了。这阿姨，俺忘记盖马桶盖了。你别开除俺，俺男人在外面欠钱了，还不了钱，俺就不能留在北京了。你原谅俺，你别开除俺。你是春风中最美的花，我的梦想就是把你娶回家。恩恩爱爱，厮守到老，像那些美丽的故事和传说中的童话。说吧，你就说吧。 哪有我们今天美满的家？说吧，你就说吧，为什么要与我妈吵架？既然接受了我，为什么不接受她？不要逼迫我，不要让我选择。 相信命运吧，以后你也会当婆婆，也会当妈。